Welcome to my world， 释放内心的自我。Let's get it， Jungle Jungl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宜萱，今天带着我的全新个人 EP Jungle 来节目啦。今天来这边呢，除了唱跳的表演之外呢，还聊了一下我的私下收藏哦。而且在节目呢，还有一段即兴的舞蹈挑战，还有花花游戏啦，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完整版呢，周六晚上7:30，学生天团风音乐，敬请期待。老师来着，是舞蹈老师，是这个跳舞跳很多年了吧？18年，从小一岁开始，然后18，今年哎，是很小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当时去就是比那个选秀节目的时候，超级接班人，是你大概几岁的时候啊？大二，19吧。19岁哦，那就是也差不多高中刚毕业。对对对，开始有自主能力，开始就是想要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对对，没错。然后就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？其实我前面已经参加了十年的选秀吧。前面就10年，对，我前面从8岁，对，我前面男团的，我各种选秀都参加，我连幼幼台都报名，然后民视凤凰之星什么都报名哦。就是真奖有吗？哦，那还没出生啊！对对对，然后但前面其实很惨，就是海选没有一次上过。哦，就是经验的，就是卡在海选。对对，所以我基本上都没有进棚过。哦，所以你当时去参加超级接班人的时候，海选进的时候，你应该蛮兴奋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是因为朋友先报名，然后我想说给他个惊喜，我也偷偷报名，所以我不是在大家的公开甄选里面，我是事后打电话给制作单位。哦，是哦，我自己打电话，他们甄选已经结束了。但我就是你前面为什么还可以打电话？我就脸皮够厚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确实就是这样。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就是要有时候这样，对，为自己争取一下。对对，然后争取机会，我就上了。你朋友没上？哦，对，我进棚没看到他。你问到一个我想问的问题，通常都这样。对对对，所以你朋友陪朋友，然后朋友没上，对，朋友没上，然后他那你们后来还有联络吗？后来他在电视看到我，哎，你怎么在那边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啊？吓死！对，然后从此有一个小船就这样翻了。对，没有啦，还是很好啦，还是很好啦，只是比较少联络啦。只有那个节庆的时候传一个图，新年快乐，对，新年快乐，这早安图之类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选上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觉得，哎，开始可以往你想要的那一条路去嘛？我觉得我很快就会被淘汰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老实说，那时候我已经放弃演艺这条路，因为我前面10年像我说的一直被有点挫折感。对，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不行，可能就真的不行了。太早了，你是不是其实就把那一个选秀节目当做你最后一次的机会？我就去玩我抱持去玩的心态而已，但我就一直被救回来，就算我被淘汰，还是会被救回来然后就默默比了8个月了。那老天爷的旨意，好像有时候就是比较松的心态去比赛的时候，成果会比较好。对，没错，不会有太多压力吧？是没有，就是在比赛过程，因为我觉得，压力应该是，我觉得那是我喜欢做的事，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可以自己唱歌，因为我们平常之前都是 cover 别人的舞蹈对，然后今天你是自己当歌手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感觉不一样。第一次纯就是唱歌，对对对，我可以自己唱歌，然后表演。所以那时候你的强项是跳舞还是歌唱？
是跳，因为我之前是 B-boy。B-boy 脱口秀这样收藏。对，我自己的个人收藏，因为我很喜欢看动漫。超有质感。那你人生动画之中最喜欢的一部动漫？人生动画？火影忍者。火影忍者。多数。巨人也是啦。居然不是海贼王哎、欸，海贼王我喜欢他好拖哦、喔，你知道他太拖了，太多了，他还没有完结，拖到还在，他好几个世纪，他一直在消磨我对他的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真的，对，真的，我以前爆爱，对，就是每天都是，就是每次都是准时收看的，然后重播还是看，可是他真的演太久，演到后面我已经在怀疑我对他的感觉了，他们已经像是家人一样的陪你长大，他真的打算陪你长大。对，所以海贼王完结了吗？还没，现在在漫画还在画，它有动画吗？对，动画有持续有更新，比较慢这样，超疯的。就是可能三个月看一次，一次把它看完，也又没几集，这样没什么进展这样。对，它的存在跟柯南一样的存在，差不多。他就是真的在看他的日记，真的假的？是在看日记。对，所以你的最经典是火影，火影忍者。那你的收藏跟火影是有关系的吗？我蛮多火影的公仔的。你最喜欢哪一只啊？我。里面我觉得最帅的是鼬，鼬，一直说鼬，这个我就很不熟，对火影比较没那么熟悉啊。对，但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可以来看一下你的收藏部分？对，什么酷酷熊？这是酷酷立克熊，酷酷熊啊！我希望我未来家里有一面墙都真的，这是不是很贵啊？一只 Nike 联名的，哇，这样看有没有一只？灌篮高手钢铁，你也是爱脸晋级的巨人，姚文杰，咒术回战，你看后面有两个火影的海贼王，然后这个最帅，哇，超帅啊！对啊，你没有封到鬼灭，又是佐助的哥哥，鬼灭我就还好，我是被鬼灭烧到，鬼灭我是爱脸很帅，是爱脸超帅，这一次真的蛮帅的，爱脸超帅，他有一个是那个啊，巨人跟他，对，那个是一番赏抽的吗？还是他是自己出的公仔？哪一个？你说哪一个？最旁边那一只刚好已经，他刚刚有很多最旁边的，哇，这都 GK 啊！我想问哪一只是最贵？最底下那一只啊，就你看到，所以他自己一格位一只，对，他专属这一只，这一只吗？对，这只很精致哎。好帅哦！对，哦，哥吉拉吗？哥吉拉，鲁夫啊，你是最新的鲁夫，对，熊，这是1000趴的熊，大只的，对，1000趴的，哇，那鲁夫是五段吗？对，五档，就是他最后变白色，哎，对，莫名其妙变白色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，哎，就是因为我们涨价，我们买了火影有一只，那叫什么？有一个小，有一个不是脏话，是小组织，那个组织叫小，对，然后他有一组，就是我们买完，我买了28000吧，嗯，现在涨到多少？隔周就涨价了。啊，刚刚聊完他的收藏了，没错，我们再回到他的专业的部分，没错，好不好？他这个跳舞的老师嘛，对，最近是在帮那个原子少年编舞，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来小小热身一下，行，来。有带来一些歌曲嘛，然后我们就来玩一下，随机跳一下，对啊，轻松一下啦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就可以主打一个把舞痴教成舞者，教成一个 dancer， 很屌吧？超好，那我们来 DJ 家的 B 一下，家的 B， 暗王 ，OK， 暗王，可以，来，好，第一首歌，好，来，是什么？我们先踏步，哦，踏步，踏步就好了，踏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跌倒喽！跌倒，跌倒，来，把你手举起来，跌倒，啊，哎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加快脚步，哎，直接换歌，换歌，好快速，来，上爬。还有吗？还有，来，还有肩膀，旁边，哦，又来了，哎，手上，拍掌，再一次，拍掌。旁边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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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换了，
什么 PPAP？ PPAP， 我会，我会，你会，你会，你会，我会，还是要让你带呢？你先，你先，你先带。来，手接我，手接我。I have a pen. I have an apple. 换边。Apple pen. 苹果。I have a pen. 走。哎，还有即兴的。Hello, Coco. 来。再一次上，因为你看电视啊。哎，各位为什么我都讲到？因为看电视啊。好，再回来。这个不会吗？不会。老师，再次换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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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。哎，好，来，蹲，要用蹲，换脚。好，我们提水桶。OK， 来看我，脚打开，真的还夹起来，打开，夹起来，加快。哦，有，那我们移动，换位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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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有队形了，很好。我不下场。加快，加快，加快。这确实是使用者吗？哦，什么？哦，黑了，黑了，关注。好，来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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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们要抬棺了。我觉得我今天运动够了。我在跳润吧，我也觉得跳润吧。我今天是有氧跳，是不是？一上一下，好热哦！现在感觉大腿肌肉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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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我左右摆。这好像去了 DJ 哦。手接我，打开。我在唱歌啊！对啊，对啊。三四五六七拍拍，二三四五六七拍拍，啊！这这这这这是 baby shark， 来手鱼借我，来胃部，换边，为什么又要去上海？星期五晚上，哎，还没对，没想到，我这首歌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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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对了，他们直接卡掉，哎，他放错段，他放错段，还好不用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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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放错段，谢谢你放错段，谢谢我们今天，那我们跳了这么多，要不要跳你自己的，唱你自己的歌啊？你还可以吗？就你们，你那个很累的。听到那个国际的那个也可以啊，哎，刚刚很厉害，很强哎，其实呼吸，借呼吸，可以可以，他们一起深呼吸，啊，这比我的玩累，对，哎，该律动，对，刚刚他是真的随机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真的很厉害，随机带，啊，他在带的时候其实很欢乐，对，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在带动跳，对，跳起来，我有看，这妈我很努力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我觉得我跳最好是那个这个小刷嘟嘟。那我知道你还发展了，对，悠悠台姐姐，悠悠台姐姐，没错，赞，他没有成功，悠悠台，你帮他成功，你可以帮我完成梦想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赞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未来有没有机会成为你的 dancer， 我们就再考虑。我们再想一下。太累了。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行，可以合作玩一下之后。是，没问题。花样啊，没有问题的。是，那你还有力气哈？可以啊。那我们就进你的歌了，好不好？直接进你的歌。你的这一首第一首歌叫做 Jungle。Jungle。Hello， 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，叫做 Jungle， 是我的同名 EP Jungle 的首播主打。那是一首非常强烈的舞曲，融合了嘻哈、雷鬼、电子元素。那我们的编舞呢，是交由现在韩国当红的
手指舞悠悠悠的老师编舞，帮我编叫 Rena Sang。那我们的音乐后期呢是交由美国的 Randy Marlon 哦，他帮很多大牌明星编哦，例如像泰勒斯啊、Chris Brown 啊、BTS 都是交由他的，所以这首歌非常值得大家期待。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《Jungle》。对，这个通道蛮累的，要动脑，对，要动，好好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努力让它运转起来，好不好？简单动，简单动，简单动一下。我们现在玩一个小小游戏，静态小游戏，画图接力，对，画图接力，来倒数十秒，九、八，结果七，是动画六，现在就想要提示，一直在问题三，一直想说多想赢，好。好了吗？我怕来，我怕我等一下看不懂。转过来先给镜头看。好好好，好好来，请画。你心里有答案吗？没有。经典的动画，动画也有漫画。哦，也有漫画。对对对对，好，经典到一个不行再不行。漫画。OK 哈，好来，我觉得你有感觉啊。最后十秒，九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八，他有画出重点。六，五。4 3 2 1 OK， 停笔给镜头看。欸、其实很像、欸，其实很像、欸。知道是什么吗？应该我大概猜到。我很厉害哎、欸！我觉得你有 get 到，因为你有把重点画出来。应该我大概猜到。对对对 ，OK， 镜头看的啊。好，来，一彤，睁开你的眼睛，请讲出你的答案。应该是怪盗基德啦。怪盗基德。对，基德。你怎么看？要看一下鸡排吗？鸡排有可能。怪盗鸡排，我来公布答案吧。公布，来，是不是一样？一样吧，画风有点不同，画风有点，但他有 get 到我的重点，对啊，他有 get 到重点，就是有戴眼镜，然后帽子这样子，印象派还抽象的，应该是怪盗基德啦。正确答案就是
怪盗基德。OK， 哇，赞！看下一个，要不要换顺序？下，你先再让他第一吧，好不好？哇，你比较好哎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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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转给镜头看，你先转给镜头看，这个太抽象了。来，我一来转给镜头看，这个吗？不知道，乱加好了。这会乱什么东西？哦哟 ，OK， 我真的好，它其实有逻辑哦，有逻辑的，有逻辑吗？有有有有有。好，来一同请看。我这个不能给提示，这一给提示就知道了，超明显的。它有逻辑，它是很经典的，也是很红的一个动漫。你要一起看。一起看，对，那是不是旁边哎讲？等一下，先给他猜，先给他猜，这有逻辑的啦。你是不是其实有答案？我好像有，是不是？就一起看就知道了。对，有逻辑。你看久一点，你就有感觉。讲起来很心虚。有些话艺术都是这样啊，看久一点，我大概你就可以懂他们的故事。对啊，我有立刻马上有一个想法。还立刻马上有一个想法。你开窍哎，厉害哦，你有哎。我可以讲答案的吗？可以啊，哦，还有自信，有，还超有自信的。通常90%有自信，讲出来答案都是错的。对，没有，对，我觉得这个蛮像那个哪一个史努比的，就因为这个是狗啊，然后这个是他的房子，然后旁边是查理，狗，对啊，然后查理啊，哦，查理，然后跟他的狗屋这样子，哦，像吗？哎，查理有头发吗？有啊，查理有三根毛。那是一撮毛哎，对，这个算是完蛋，所以不是史努比哦，所以旁边史努比，这个人超史努比，是三个字没有错了，三个字的卡通，那也刚好凑合了三个字，对对对，完蛋了，没有史努比，那你要看他画的吗？好，你看他画的，怎么样？史努比，史努比，前阵子，前阵疫情严重，疫情有两年，飞沫传染。什么动画呢？有一个男生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可以加吗？可以啊，你加加看啊。这个加长一点，他应该会知道。加长，你 get 到了对不对？长一点，加长。哦，三个字，来给我一个答案。哦，正确答案哦。他有咬着那个东西吗？咬着我就知道了。好，米豆子。正确答案，看镜头。米豆子。答案是错的。你是不是忽略我们旁边有一个大脸？那个是炭治郎啊，嘿啊，虽然他们两个在一起。好，鬼灭，鬼灭之刃，哎，三个字啊，三个字吗？你他灭之刃，他什么啦？你怎么没有讲灭之刃？鬼之刃？你怎么没有？因为我怕再被告。炭治郎吗？炭治郎，炭治郎。他今天。来了，讲正确答案。答案是治郎，炭治郎。没错，有侥幸过了啦。OK 哈，十秒钟，九、八、七，感觉这个会比较简单，感觉比较简单。他感觉是三，没有任何的怨言。对啊，他都没有逼逼，就直接画。对 ，OK， 来一同请看。但最后还是要看你的功力哦，一定知道，我一定知道他。全台湾的不管什么年龄层应该都知道哦，那应该就是卡通，就不是一定都知道。这个算也算动漫哎，也算动漫哦。我 copy 之术可以吗？可以，我 copy 之术有有 copy 到自信，他有了，那我重点有出来，有点自信了。请睁开你的双眼，看着他的白发。有吗？来，给我一个答案，简单到爆炸啊啊！有吗？他没有搞砸，稍稍微微有一点。哪有？我没有搞砸。他把我补的那个部分搞砸。我明明就照着画。谁？是不是蜡笔小新？嘿，对啊，就谁？他旁边是什么？蜡笔小新啊！他画蜡笔小新啊！这是什么死神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就应该直接好好画这一个。你还倒不如画一个屁股在那。哎呀！像园长啊，这有像园长，很重要。格子服，黄色的格子服，对啊，要戴那个眼镜呢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 ，OK， 好猜的呀 ，Nice，Nice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听他今天带来第二首歌。第二首歌是我的抒情歌，叫做《最美的约定》。哇哦！
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是一首抒情歌，叫做《最美的约定》，但它 原本呢是一首很悲情的歌哦。那因为我听到实在太喜欢这首歌了，那我又不想要这么悲情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一个非常甜蜜的版本哦。对，原本是叫《破碎的人偶》，被我们改成《最美的约定》，好，突然变成一首甜蜜蜜、粉红泡泡的歌曲，是一首讲述两人从学生时期啊见面啊到最后结婚的一首浪漫歌曲。那接下来也会有 MV， 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看哦。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《最美的约定》。Facebook 粉专都可以，他怎么去听到你的音乐什么？对，然后最近如果有什么活动也可以，实体活动也可以。OK， 好的，来请。OK， 我的全新个人 EP 呢，在5月26号已经全面上架各大数位平台了，然后叫做 Jungle， 那里面收录了两首歌曲，一首歌叫 Jungle， 一首歌就是《最美的约定》。那请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，都可以到数位平台收听。那如果想知道我的更多的消息，欢迎在脸书搜寻蔡宜萱，然后 TYXUN， 那 IG 叫 T.Y.XUN 都可以找到我。那最美的约定在6月底也会上 MV， 请大家收看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。耶、yeah ！开心开心，期待你下次再来。OK， 带更多的作品来了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你有最美的约定过了？对，好，要记得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记得收看我们的。